真是越大越不听话，我就找个人来管管你。小五招上门女婿了，有意者赶紧来看一看了。小五招上门女婿了，我没听错吧？哈哈哈哈，我得赶紧去。小五是我的，大家别和我抢。这是真的吗？走吧，我们也去看看。你们都来了，好吧，那我问问你们，谁愿意做小五的上门女婿，嫁给我们的小五？阿姨，我五六七愿意嫁给小五，我唐三也愿意嫁给小五，我戴沐白也愿意嫁给小五，我马红俊也愿意嫁给小五。既然你们都愿意做上门女婿，那就让我考考你们吧。如果能回答上来我问题的有才之人，我就同意这门亲事。二龙干妈，你别这样，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有喜欢的人也不行，今天就是我说了算，赶紧回去睡觉去。首先五六七回答第一题，十二加多少等于三十六？十二加多少等于三十六？我知道了，加二百二十等于三十六。回答错误。下一个，马红俊，二十二减去多少等于一？我知道，减去三十五。回答错误。下一个，戴沐白，一百乘以多少等于零？这个好简单，一百乘以一百等于零。回答错误。下一个，唐三，五千九百九十三加一千七百一十二减去两千一百二十二的结果再乘以零等于多少？二龙老师，这不公平，太多数字相加相减我都算不过来。那好，给你五秒，五四三二一，最后答案是多少？我还是不知道。三哥，你这个大笨蛋，我以后都不想看到你了。那么简单问题你都不知道，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吗？